都会进行绕圆哦。那十点，这个对不起，更正了，11:40我们在地进堂广场有第二段的表演哦。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太棒了！哇，谢谢我们东流传艺带来这么精彩的开场节目啊，非常开心，今天有荣幸可以邀请到宋坤传艺哈，我们邀请到方老师先让你传一下。阿伯没有再掌声鼓励一下，咱们再进步啊！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宋坤传艺的方韵琴小方糖。有一点喘，你们今天早上几点出门啊？应该我也不记得几点了，因为好像都还没休息睡觉。哦、真的哈、哦，好辛苦啊！但是非常谢谢你为我们今天准备这么精彩节目。一定要的，一定要的。我们节目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吗？当然没有，大家看到我们的舞台这么多，应该就知道待会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要做些游戏啊，要游戏啊，要互动啊，要互动、啊。对，很多民众，我刚才看到我们在打鼓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有律动，一直在点头。哦，有那种感觉，想要也一起。对，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想要打打。那我们待会有机会可以邀请民众一起上来打鼓吗？可以，可以，是不是？而且打得好，还有小礼物。真的，打得好，还有小礼物，是不是？所以你们要踊跃的举手。哦，那到时候看大家谁手举得最快哈。对对对，没错。那这样好不好？那我是不是有这个荣幸，也可以邀请我们的长官，今天的园长跟我们谢专员一起来一起。那待会是怎样？老师，你会出个题目，然后我们大家跟着你打吗？对，我待会儿会打一个，先打一个简单的节奏，然后哦，简单的节奏，跟着我们一起打，简单的节奏。我特别强调简单的节奏哦。那之后还有升级版吗？会要看程度怎么样。如果太简单小 case 的话，我就再出难一点。我觉得太 boring 了，我们再升级一点，对不对？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先请方老师，是不是我们来喊一二三？你来挑两位。再两步好不好？再两步好不好？好，请大家准备好，预备备，一二，哎呀，变得好，再次哈，您看那边，我看这边，我看这边哈，一二三，好像没有很踊跃耶，大家不要客气哈，不要客气，小朋友们要玩，小朋友可以一起上来打哦，再一次哦，预备备备，一二三，好，这位小姐，麻烦你。好，老公准备好相机哦，好，来这边请，这边鼓棒哦。好，方老师就交给你喽。好，没有问题。好，待会呢，我们都会有两根鼓棒，好拿着。我等一下打一个简单的节奏，帮我算一下有几个拍。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学。你确定是简单版？这是最简单的，真的吗？这是最简单的。可能磨一集都再一次哦。真的，好，真的再一次哦，来，一起算拍。八二八下嘛，哈。我可以猜到待会的状况是什么呢？可不状况了。没关系，可以 freestyle。哎，好，那我们先一起试一次喽。好，来，预备备，绝哈，嘿，好，一样的旗鼓，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一下，七八，五，哈，哦，多加了左边两下，右边两下之类的，对，左边右边，这样可以吗？好，试试看哈，我们再一起试一下。来了，预备备。好棒哦，这个音色好强哦。
对啊，都很强哎、欸，很优秀哎、欸，所以我特别有准备礼物了、啊。真的这么好，有就这么好意思呢？谢谢谢谢老师。对对，我要来发礼物了。要发礼物是不是？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发财啊，发财袋。然后呢，里面是我们这个古曜乾坤，也就是刚刚在外面看的这个鼓的表演的名称。然后里面就是鼓棒饼，然后前面我们的。好，那是不是两位民众一起好不好？一起 ，together。哇，太棒了！一人一份，对不对？好，一起再去拍张大合照，往前。我们还有第二波，刚刚是示范赛而已啊。来看前面。耶、yeah! 再看左边再看这边，好，看右边，哦，老公在这边，好，谢谢老师，谢谢哎，鼓棒请还回来哎，方老师，我觉得刚刚题目好像太简单了，对，不敢出太难，对，我们第二波可以再升级版，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可以请几位观众上来啊？要四，我们可以请四位。四位是不是？对对，但是我们这个有身高限制。哦，有身高。对，因为地板凹凸不平的话，小朋友比较危险。哦，对，所以第二轮就不太适合小朋友出来哦。好，那么大家麻烦大人举手哦，好不好？有礼物哦。后排从后排的观众也可以一起哦参加哦。好。好，准备开始哈。好，那我喊一喊一二三好不好？好。啊，那边两位，这边两位，我这边好了。哎呦，妹，看这边，一二，哎，没有，等一下，我突然烧香，我烧香，再一次，预备备，一二三，好，这位帅哥，我邀请到两位了，哦，两位，好，那不好意思，我这边再给你司机哦，刚刚眼睛太多人举手，一下子认不出来，你先就定位这边，这边的观众朋友再一次哦，一二三。有一位，好，来，好，这边请，好，我各个朋友来。OK, go, come here, please. 好，我是不是先给这四位掌声鼓励一下？加油，加油 ，go！ 好，我们先拿起我们的鼓棒。OK, 刚刚都有跟着练节奏哈，其实是很简单的。刚刚我们第一 round 的时候，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先给大家暖身，复习一下下。有点三条线，怎么会？可能在那个慢动作再来一次，你可以。所以你们要仔细听我的口诀哦。对，打开，交叉打开，好，再看一次哦。慢点哦。哈，一二三四五六，准备交叉。先练习练习哈，好，有预备。出来了，在群体当中是有没有打出来，我都不知道。哎，特写啊，玉妹妹啊，那三台电视啊，准备哈、啊。哎，余环还是学生？帅哥，
你有练过鼓吗？没有，很久没打过，所以就有打哦，完全没打过。处女秀，没关系，现在就第一次打，好，做定位，好，准备开始。他旁边开始。等一下，你的喊声也太没有气势了，还是要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来，准备开始。好。你可以唱长一点吗？唱长一点没关系。交叉，往这边二切过来，龙骨，咚咚。这边掌声可以再施工一点哦。很棒很棒，我们是掌声鼓励一下。对，很棒哦。哎，我们要打鼓哦，不能摸鼓哦，要真的打下去哦。不用秀秀了。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哦，来，怎么称呼呢？光环。光环两个字啊，光环啊，好酷哦！有你有打过鼓吗？没有，太好了，感觉蓄势待发哎，而且你好高哦！好，来我们试试看。嗯，知道，再有远期一点，好不好？今天大年初二，跳舞，然后就用你这个当兵的那个吃香素的感觉来了，预备备。要出来。对。好，来再一次。男生当过兵都知道了，真的很棒。可是女生我们怎么 Q 呢？没关系啊，一样吗？来，我女中豪杰。不要紧张，会紧张吗？还好，还好，是过主吗？一点，真的有学过？一点点。刚刚那是算小 case， 没有。不会，我就直接试试看。感觉你很聪明，可以的。记得喊声喊出来哦，来。对，先敲下去。哦，扮猪吃老虎哎！你的哦，很好，气势哎，打到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断你，用麦克风了，来，你自己来，一鼓作气哦，对，来，一妹妹。好，下一位 Alex， turn to you。好，旁边有翻译的啊。大家都对外国人好奇，喜欢我们的战鼓文化吗？有兴趣？啊，很有兴趣哦。大家给他鼓励。欢迎。啊，我看一下好不好？有，要贴近一点，嘿。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OK，哦，太认真了啦，不是太有人都被抓在那了啦，好，Go。出难一点点的题目。哎，对哦。好，我想想。
这太阳很大。很大。那来做一个抛骨棒的好了。哦。抛骨棒是吗？对啊。我连绣球都拿出来好不好？我刚刚在表演的时候，是怎么会太阳那么大？我骨棒在上面都快接不到了。真的吗？哇。对，所以我想让大家体验看看这种感觉。好，欸、来，我试一次给你们看。抛骨棒哦。对不对？你可以拆解一下吗？不行啊，不行哦，不行！我跟你们说，不，他在怎么翻译？没有，不用打到一模一样，但是你们只要记得我刚刚抛三次，对不对？你们抛比我多次就好了。你们哦，重点在这里是不是，对，不管你怎么抛，好，就是要抛起来接到，抛起来啊，不能落掉，不能落掉，好，对， okay、落掉就 NG 了，是是是，对，那就一次见真章，对不对？对，有点像类似即兴表演的感觉啊。即兴的，即兴的嘛，但是按照刚才那个方向。对啊，我们前面一样是八八拍，再看我打一次。好，预备，上上一。黑不出来，你看看。对，要黑，要黑一下，是不是？马来西亚发挥大家的即兴。没关系，刚刚是从这边，我现在就从这里。从开始 ，Oh my God！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It's okay, it's okay, just for fun. Okay, you need to translate one more time, then. Show Gabby. Show Gabby. 没关系，我们再重接。Do whatever you want. And then she will catch you. If you lose your seat. Oh, pretty good. Bye. Peace attack. 想打什么打什么哈 ，freestyle. Whatever. Freestyle. Freestyle. Okay, you can.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can go anyway. 好，来。Ready? Go.
干嘛抖肩啦、啊？抖抖抖！给你们一个提示哦，抛虎棒的时候不要让它转，不要让它转动。对对对，它就可以抛稳一点。哦，平上平下。对对对，好好好。哦，这是美脚哦。直接来，直接来哦。嗯，来哦，预备备 ，Go。你是故意的哦，故意让方老师可以摸到你哦。再试哦，再试哦，来来来，是是是，你在那边犹豫太久了。好，来吧。去啊，怎么样？哦，那个不是你投资部导演哦，加上什么？
声哦。
要拍拍照哦。来，现在开放时间，让大家可以体验的狮头，好，可以一起跟大家轮流来拍照哈、哦。来哦，大家按照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